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。台北美食社长下午茶，社长今天叫福德潘达，外送员送了一个酸辣粉，酸辣粉，你看看这个这种粉啊，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米苔木。我再点一个馄饨酸辣粉，还掉了一个小黄瓜，你看没有？好辣！哦，两个，我这个是还是最小辣，最微辣。这个小黄瓜辣的时候，你看看到它出辣椒很多，这样两个加起来是190块钱，但是味道非常好吃，味道非常好吃。啊，所以说，我今天最近常常报道中国美食的节目，四川人最喜欢吃酸辣，酸辣的东西，面的，还有陕西人。哦，我等会看看以后有没有吃得到在台湾陕西西安的面，这个台湾的美食啊，这是台北美食，你看看这小黄瓜好辣，好辣！哇，你每天来吃点，吃点，好料，哎，很辣了，很辣。每天吃好料。这是台北美食社长下午茶的报道。